Hina. Hina.叫我吗？抱歉，我认错人了。头还在隐隐作痛，可是必须去找希娜才行。预防隐灾秘籍。 希娜，你到底在哪儿？告诉我，你不是我的想象，对不对？我得快点找到你。我一定能找到你，我必须找到你，希娜，希娜蒂亚。 希娜，希娜，这里也没有末日之梦。希娜，是这个世界把你藏了起来吗？为什么，连一点线索也不愿留给我？我该怎么做才能找到你？我要怎样才能分辨，那边是梦？ 果然还是不行。已发现可疑目标，现在开始实施接触。陈学姐，用这个称呼向我套近乎的，你还是第一个。看来你至少事先了解过我的情况。不过很抱歉，这没什么用。陈学姐。 为什么会在廊丘？怎么，和你踩点时的情报不一样？收回前言，你的准备工作不是很到位啊。不过很可惜，你没有重试一次的机会了。根据《廊丘安全管理条例》第22条，闯入禁地的危险分子，就地收容。啊啊、头痛，又开始了。 这次换成装病战术了，不用耍花招。像你这样自作聪明的人，我见多了。实际好模糊。哦，这家伙的脸色不太妙啊。警告：贸然接近嫌疑人存在较高风险。扫描结果显示，目标对象身体状况良好。 不排除嫌疑人为了逃避责罚，博取同情的可能。糟糕，是撑不住了。喂，你没事吧？